信阳毛尖是什么茶？信阳毛尖又称玉毛峰，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，河南省著名特产之一。按照色泽和发酵程度，茶可分为绿茶、白茶、黄茶、黑茶、青茶、红茶。信阳毛尖就是绿茶的一种。信阳毛尖的色、香、味、形均有独特个性，其颜色鲜润且不含杂质。优质信阳毛尖汤色嫩绿、黄绿或明亮，味道清香扑鼻；劣质信阳毛尖则汤色深绿或发黄，浑浊发暗，不耐冲泡，没有茶香味儿。用过的信阳毛尖茶叶可以摊在木板上晒干，积累下来用作枕头芯，还有制作茶叶枕。当然，信阳毛尖茶叶也可以用来煮水洗涤丝质的衣服，能保持衣物原来的色泽而光亮如新。